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芬，今天又跟杰里准备搭是人海下网，准备起返。杰里，今天能不能包场？能包场，能包场。杰里都说能包场了，应该有希望。吹吹牛嘛，包场哦，不是吹牛，是真正的要包场哦。准备放下去了啊、哦，杰里啊，一下多多啊，失手哦。一家多多哦，好，一家多多哦，右带放好了，来，现在准备来收起来了哦。球弟啊，哦，这一带有几条线？十条。要去什么地方？低一点。你起码说20条。黄队也来了哦，终于看见线了哦。阿朵，看着不了，太低了。哦嘿，哎，第三条了，终于来了哦，终于来了，三条了啊。这条赶水的啊，哎，什么大的，来个连上百条。兄弟，连上百条够不够？够，一百条就够了，连上百条。哎，连上百条要修高一点，要修高一点，野性要大一点。哦，又来一条了。哦嘿。不来都不来啊，一来都是乱来啊，一条下一条横钓啊，这怎么有横钓？这不都是吗？横钓来了啊、哦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真是又来，好多人来了，又来了，一下也来了，一群跟着来了。这段准备再给他放下去了哦，剩下10段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这个仓给他保嘛。你刚刚那第一带有多少条？20多条，二十多条，不错啊、哦。对。好，这个带放好了啊、哦，一下多多。嗯。这带我能抓多少条？30。30，现在目标变大，刚刚20多，现在30。红鱼来了，说明那个。虾马上来了。上一条目标太高了，完了。10条了，啊，下面都有哦。一下就能抓包三，很难搞，等下你搞没定，要稍微那个多管他。哦，现在又大，又来条大虾，杠杠的。
条勾到，哎呦，还21条。不不，那个兰花姐有点小，给他放。不，放了。好亏呀、啊。但是小的都没办法，等他长大再说啊。去叫他的爷爷奶奶过来啊。厨师也可以叫过来。链条啊，都是一堆一堆的。现在身上我们说也说好了，小李身上我们说多少？30多条。30多条，那下一晚准备收多少？不知道，试试一下啊。一晚比一晚多。下周没跑啊。现在已经50多条了啊。下多多啊。来，最后一袋给他收起来啊。来两条虾了啊！一批虾真多！啊！让它游一下，头非常大。你这一袋是抓了多少条？20多条，也可以啊。现在总共多少条了？7、80条吧。7、80条，可以可以，不错不错。哦嘿，这个都没错。18、8天你能摸一袋去？钓好钓去，没酒的杯了。来一条黄钓哦！啊，赶快补一补啊！这条黄钓不错，一个4两左右啊。啊嘿，又来一条大虾了。再来2条不是4条？哇哈！这里给补一个白虾，哇哈！哇哈！哇，等，好，我马上来。今天一台100条了没有？有了，有了啊！100条以上，今天看能不能目标300条啊！这个挺会做，哎呀，那一半的那个，这个神龙摆尾摆的好，我会又来了，快来，兄弟，刚刚这一带多少条？哎呀，20多条，20多条，现在有多少条了？100了，100了，好，准备再来100哦，然后就可以上岸买钱了，来下去。你看都是快拉完了，一下子又来4条了，已经几条了？4条。哇，这是比例加高的啊、哦！我看一下，有多大？弹一下。哇，来，举例来试一下，勾一下。哎，竟然网住了一条这么小的魔鬼鱼！像这么小的魔鬼鱼，我估计全网都没有人见过，是不是很帅？给他放啊！等你以后叫你爷爷奶奶、太公太奶过来啊！去吧，现在已经做完了啊！兄弟啊，哎，这最后一袋拉了多少？15条左右。15条左右，不错啊！那今天有个看有没有正经事情啊，兄弟。刚刚这些 皮虾给老板有了，你给他做活计，然后另外一些是咱们一人分一半带回去吃了。好，还有这些虾，我称一下看有多少，8斤7。